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节目。我是制作，我不是创作，做专门的制作。方便吗？走走，今天。走走，因为怕歌已经写不出新东西了，找灵感。对，哇，好久没约会哦。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回忆地点，把歌做完。哦，看看。需要鼓励吗？没关系。好 ，OK 哦。可以。我现在是，我现在是 couple。礼貌的。礼貌。Thank you。谢谢谢谢。Of course， 当然。谢谢你。我基本上我今天给自己的计划就是把昨天的歌曲把它完成。对，但我发现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越做越没自信，然后五六小时基本上都是一直砍掉重做，砍掉重做。回来了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今天都在想歌曲啊。就这样，整天想歌曲。对啊，哪像你们那么开心啊去约会？我现在很想要躲起来，或者是。逃离音乐，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最爱人的我最热爱的东西，然后就是到现在是压力给我最大的东西。你需要什么帮助吗？帮助我自己下去了。我是制作，我不是创作，就我专门的制作。没事的，你也是可以创作。我一直擅长的都是就是。编曲，但是词的，就人生的词还有旋律，其实不是一样的意思啊。因为人生也是编曲里面其中一个乐器，叫人生。就是我真的觉得我非常不专业，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节目。我们一起拿下面做吧，叶龙。你不想要这么做啊？你想自己做？对啊，因为。我觉得可以一起做，一起做比较快，而且你不会压力那么大，真的。看能不能就是帮到他，对啊，我也没有其他想法，我就觉得看能不能先解决。